内容页面上的评论内容只有一页的时候，也可以去在这个评论里边的下面去显示一个页底的图片。打开内容页面，找到它的 get comments 这个方法。这里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 is else， 先让它等于 false，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判断，去看一下 total pages 的值是不是等于一。如果是，我们就让这个 is else 的值等于 true。下面再设置一下页面上的这个 is else 的值，这样评论内容只有一页的时候，评论列表的底部也会显示一个页底图片。再找到这个 unreach bottom 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里面做的这个请求的地址有一点问题，在这个请求的地址里面，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 post 参数，它的值就是评论所属的那个内容的 ID 号。这个 ID 号在页面的数据里面，名字呢就是 ID。如果不设置这个 post 的属性的话，这个请求呢会载入网站上面的所有的评论内容。